在打光中。好 ，OK。拜托时间来。希望今天可以把它弄得很狼狈。对。喂。这边是第一次，就是说第一次喊话，所以这都还是要有一点点被看到。OK。这个太丢脸了，所以需要给个几次，给个进出，给个进出，对，多几次。出去 ，OK， 这出去是有点之类，这样 ，OK， 然后藏起来会被看见。OK， 藏起来，看隐晦一点的话，就是我不随便送人花的。OK。装作你太轻松了，我们那时候装作你太。在他见到的时候，装作一派轻松。在那个一派轻松之后，一切都失了很丢脸。因为你已经装作，所以停下来之后还是要转头，顺便给一下镜头。只有想到他的脸的时候才可以笑。好，最新鲜的发现一家花店。还有一些帅来花店，然后进来。还是对，就是说都，就是只要想到他才能笑。OK， 所以出去的时候是不笑的。OK， 对不对？你演醉的，出来，然后逃跑之后，你能不能瞬间再回来？走，瞬间冲回来，然后直接一进到底，一冲。哦，其实这是会很感人。对对对，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。对。哦。有一个反串自己的感觉。创作的一个媒介，一个世界观。OK， 你看起来好可怜。OK， 这个 OK。那你摇过来，再试一下。对不起，骗到你们。手机的样子，对，没看过女生。真要说我的感受，写几百本书你也不会。And action！下班喝一杯啤酒是最好的，对啊。好强！好
就是许志远导演讲的故事非常非常非常棒，就是他是一个倒叙，然后从一开始我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，然后到后面我看到自己干了什么傻事，我觉得跟这个歌名有点反串，就其实过程一点都不清楚，但其实有时候生活上还是要装得轻松，对不对？就是一派轻松，我觉得我讲得蛮好。下雨照拍，注意哦。我地板湿了没关系，但我补。我们再走一次，可是我主要补这个，好好那个表情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啊，忍耐一下，忍耐一下哦。最后一个。想一下哦，过程中都要想一下。收工。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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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远导演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超狼狈。对啊，很赞哎，不会，我觉得很好玩。谢谢徐志远导演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哇，一拍不轻松啊。如果说太多，配合的眼泪是否还敢？